一段俾大家听。啊，唔系喎，唔系 fans 们话想嚟手啊。OK， 睇姑丈都笑紧，佢笑紧，但系佢冇作任何表态。好啊，咁其实呢我话邀请两位嘉宾，嗰两位嘉宾呢就係 Caitlin 同埋 Aska， 睇下佢哋喺唔喺度先。不过姑丈讲咗啦，佢话咪玩喎、啊、咪玩。咁但係呢而家呢见唔到 Aska 同 Dean 姐嘅。唉，我发现我而家讲嘢都有少少走音啊，激动得滞啊，姑丈唱得太好听啦，因为。佢果然以前嘅呢一个点讲好呢，以前嘅呢一个儿童合唱团唔系浪得虚名嘅。爱爆音乐新人姑丈，多谢大家对佢嘅支持。我会希望可以颁个奖俾佢。莲姐，莲姐喺度啦。系唔喺度啊，莲姐？嗯。嗯，坑坑，我坑坑佢，佢哋喺唔喺度啊？好啦，佢哋仲未喺度噶，大家仲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啊？哇，我想讲咧，其实咧我自己化妆技术咧真系麻麻地啦，但系咧佢咧就系、是、非常之神奇嘅一件事，就系、是、光系真系好重要嘅。呢、这个光呢佢喺前面就打落嚟啦，咁就令到零下前下零射 free。之后冇错。高掌 cover 上要。留意明珠台。G 台刘彦明 G 台，你有冇用 filter？ 我系冇。OK， 点样加 filter 咧 ？filter 如果加 filter 会系咁咯。加 filter， 但系呢个系冇，就非常神圣嘅事情。Okay. 可能我屋企个 WiFi， 因为我最近打机都会咁样啊，咁样。系啊，我真系怀疑系。做翻真声。欸嗨，大家好啊！我而家冇用到咪啦，啊跌啦！唔系啊，系真系嗰个灯光嘅问题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呢、这个灯光咧，大家真系可以试一下，佢真系非常之犀利。系啦，同埋咧，我想分享咧，我有阵时咧，即系例如我表演啦。咁我表演咧，我就自己會唱歌。咁表演嗰陣時咧，我有陣時會好唔開心，即係表演完之後，點解咧？咁咧點解唔開心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我覺得嗰陣時嘅表現唔係太好。咁唔係太好咧，因為我自己知道我可以做到邊一啲位置，同埋我自己理想係有一個位置。咁咧，但係咧。我知道 fans 们都非常之支持我，咁咧，咁就好支持我啦。咁但系咧，我有阵时就虽然见到大家嘅支持，我都系会唔系几开心，因为我唔想即系嗰日我嘅表演到咁样，大家都去支持我。咁我就因为我唔希望会令到大家嘅嗰一个聆听音乐嘅嗰个质量变差，系啊，即系我唔希望。個音樂質量咁樣，大家都中意佢，所以但係如果你哋中意就真係中意佢啦，因為大家嘅嗰個
大家個聽歌嘅要求都唔一樣，所以就多謝大家嘅支持。然之後，我會希望每一場都做到一個好嘅質量，唱到一個好嘅質量俾大家去聽。你等你嘴巴俾我咧。咁你唱歌都很好聽嘅。好，咁我見到 Aska 入咗嚟，我睇下可唔可以邀請到 Aska。Hello Aska，Hello Aska，Hello Aska。但係 Aska 好似唔在。Hello Hello。知道我係唔會俾太大壓力俾自己嘅，因為我應該喺呢方面進步咗。Hello Hello。Hello Aska。Yo What's up？ 人日快樂，生日快樂。哦，点解会有 Felix 喺度嘅 ？Felix， 好啊，你好啊 ，Felix， 但系佢冇作任何嘅反应。Felix 僵硬咗。What's up？ 你好嘛？What's up？ 你好啊。我哋系啦，几时打数啊？聽講有個人為咁，你有冇興趣一齊咧？我諗可能點樣可以一齊發咧？去 studio 睇下點樣三唱嘅版本會唔會好複雜咧？這個可以，好，咁我哋要諗，可以諗一諗三個人嘅複雜。我講過。一加一是可以多於二的，所以是不會複雜的。一加一是怎樣？對了，就是這個。可以多於三。那我等我編排一下，看看首歌可以怎樣三個人唱先。好。變成之好。咦？你今天穿的衣服是無的嗎？我哋又襯衫，我哋又襯衫，冇夾過噶，我哋睇下蓮姐係咪都係先，睇下先。但係蓮姐係咪仲喺度啊？唔知喎，睇下。OK， 找下 Orange 先。佢可能啊，蓮姐喺度啊！染完頭髮好開心嘅，蓮姐係啊，好似係。佢今日即係咪？係咪咧？Yeah， 系咪要再邀请过一次咧 ？O R 哎呀 ，O R A N G， 哎，打咗 F G E， 邀请。莲姐啊，莲姐，莲姐。大家一齐讲，多谢 Aska 嘅言辞的鼓励。为什么现在仲未嚟？我 OK， 我哋要俾啲耐性。系啊，好啊。咁我哋可以答下下面嘅留言先。莲姐无法加入 ，O R A N。大家有啲咩问题就言啦。I can 佢嚟啦。Yeah！ Hello， 人日快乐。莲姐，你系咪同晚嗰个？吓？啊，系啊，我嗰个架都冇用。哇！咦？点解好似？成嚿犀利，系咯？哎呀，我哋窒。喂，莲姐，你个发型好靓啊！今日好靓女啊！耶！我今日染咗啦，佢咧系染深色咗啦，跟住下边咧有啲蓝色嘅， <Nice. S 1> 不过应该睇唔到啦，你啲灰色。蓮姐，你中意藍色多啲定紅色多啲啊？藍色，
蓝色，果然我哋系 blue team 嘅。大猪，对唔住啊 ，Aska， 我个头都系阿 Bluey 整。Hello Janice，blue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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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e。但系猪猪你后边系红色嘅喎。新年啊嘛，你件衫系咪毛毛噶？系咪太远啦，Lin姐，所以有啲延迟。喂，搞错啊！即系你哋系想我哋first coding点先？系真系衫唔系毛毛。我以为你系有少少嘅。Yeah. Hello, Chantel.只想和你过圣诞，圣诞过咗啦，圣诞过咗啦，而家系二月啊，朋友，下个系Easter啊，已经，好似Easter系四月啊嘛，系咯，嗰啲咩清明节、儿童节咪六月咩？算了，我都好耐唔同啦。四月头，我哋啱啱讲到想即系搞一个三个人唱嘅复杂版本啊嘛，长版系咪？你重新编一编啊？系啦，冇错。谂一谂先。系够长，系三个人点样咩啫？点样唱啫？应该都系唱翻你啲噶。咁我睇下有啲咩位可以插，穿插啲 melody。系first 再加 chorus， 或者你将个 bridge 改咗做一个男仔唱到嘅，几高啊？都几高。诶，西伯啦，西伯唱唔识。唔系 pre chorus。系咯，呢度咯。好，咁搵日去 studio 噶咯。但系啊，系咯，我哋听讲嗰个。复习系五分钟噶，接近四分三十几，好似剩得四系啊，好似系有五分钟啦，又系咯，都四分几，尽写入四写五入，系咪叫尽写？哦，四写五入，对唔住啊，大家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尽写五入，四写五入，四写五入就等于五分钟耶。Yeah.而家唉，都唔知我哋迟啲入即系搞错。而家疫情咁犀利，大家都小心啲啊！出边，大家友仔们，系啊，所以我都系喺屋企。Aska 同莲姐，你哋仲有冇去合作一啲歌曲咧？呢阵冇嘅，不过我谂即系近排就系咯，我哋有少嘢，我谂可以。我想同你合作嘅啫喎，好啦，咁咪你呢个 reaction 应该落去啲综艺用，好正系啊，系咪即系反应？系啊，好叻啊！我相信你嘅英文。咁 reflection 系乜嘢咧？你答啊！
reflection 定 refraction？reflection 啊 ，reflection，reflection 系可以解呢个反射，即系你见到 reflection 就系镜入边嘅反射，就系你自己个影像，或者解你去。系啊，就系呢首啊，首啊，啱啱就系好咯，都可以解。见到同埋反射，变色，好好啊。跟住有冇谂作歌？哦，其实有噶，我自己。即係得閒咧，有陣時彈吉他或者咧沖沖下涼咧，啲靈感突然嚟啦。然後咧我就會沖涼，係啊，沖涼。係，冇錯冇錯，沖涼嘅靈感。之後就會錄低，但係咧嗰啲歌都係一半一半咯。點樣話？可能一半係就係或者一段。好，係啊，呢個好正常。我应该有好鬼系啊，好多人系啊，我都好多呢啲。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嗰个 project 系可能要赶 deadline 或者系真系要放工作咧，系啊，先会作埋落去。咁你作歌会唔会写啲 sofa name 嘅咧？我就唔识嘅，我唔识 sofa name， 唔识。我好想识咯，因为我唔录低咧。我的靈感很多是在就來睡著了，無緣無故我腦裡面就有一段東西了，然後我就要掙扎，都挺慘的，然後我就要自己跟自己掙扎，我究竟是碌翻起身開一部手機鬼光錄低它，還是就這樣睡覺啊？如果我通常就這樣，我通常是这样拿回手机，我就哼但我怕那个光一光我就睡不着了，很烦。第二天就通常不记得了，如果不记录的话。我的太惨了，这个真的。我有一次发梦，发到有一个场景是坐得很不舒服的，然后呢有两位歌手，但是是外国歌手，但是他们又我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。之后就是他们唱了一首很感动的歌，但是我一起身就不记得了，那就非常惨。但是呢在梦里面我是听到喊的。嗯。但我就不记得。好像没有发梦听过歌咯。明白。竟然。即系个印